蒜蓉波士顿龙虾，清蒸波士顿龙虾，超级有食欲。重要通知，龙虾涨价了，也就是说198块钱两只的这个价格呢，明天就卖不到了，我今天晚上再卖最后一天啊。今天早上拿货，一斤涨了5块钱，一点都不带撒谎。我卖的这个价格本来就低，啊，一单就赚这10几块钱，现在一涨，白忙活。哇！趁便宜抓紧买，好朋友们。本来我卖198块钱两只这个龙虾，人家都卖是228、238。今天晚上最后一晚上198，明天涨价。好，太好吃了。可以做蒜蓉的，可以清蒸，怎么吃都好吃。速度下降。